家好，欢迎收看芝麻开门。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，芝麻哥哥和探索小队的队员们啊，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体验了古代园林和现代科技的融合，从头到尾每一关都在忙碌的制作，手啊就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要是古人看到了可能就会笑了，因为在古人眼里，身处园林就应该放松心情，慢下来再慢下来。那么你知道古人在园林里会做些什么吗？吼吼，中国园林密码挑战马上开始。你们好，我是芝麻，现在我来到了一处非常特别的地方，请看我身后这个亭子，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？哎，你看，有一个圆亭子，两个圆亭子，哎，发现了吗？这个亭子是由两个圆亭子套在一起形成的，它的名字叫做双环亭。除了两个圆套在一起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跟我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如果你真的来到了这座亭子，可以把你的视线稍微的往前看，往下看。如果你看到了亭子的基座，会发现这个亭子啊，其实像两个桃子。哦，那桃尖在哪儿呢？嘿嘿，就在我的脚下，就是这儿，它寓意着和和吉祥长寿。园林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掘，今天我们探索小队的队员，他们的探索即将在这里展开。密码大挑战，有请小伙伴。今年八岁了，我爱美食，长大了要做一名大厨。我最拿手的菜是我的葱花饼。我还爱大自然，我爱摸小动物。我们家养过鸭、鹅，还有鱼，我也很喜欢它们。希望大家能爱护小动物们。今天我来到芝麻开门，我要好好探索园林的秘密。大家好，我叫谢远兵。今年八岁，我喜欢英语、古筝，热爱大自然，喜欢小动物。这是我的小乌龟，爱吃小鱼小虾，擅长游泳。这次芝麻开门的园林博物馆活动，我很期待。爱护大自然就是爱护我们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郑柏林，今年十一岁了。我的爱好有很多，如游泳、跆拳道。我最擅长的还是长号了。在今年五月份，我有幸参加了潮花交响乐团，在那里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，感受到了音乐给我的震撼力。在这次拍摄中，我要和我的伙伴们团结一致，取得满意的结果，加油！在我的森林里，每个人都很神奇，融融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。大家好，我叫夏瑞玲，今年十一岁了，来自北京西城。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，表演是我最大的爱好，在学校里也是话剧团的小骨干。我还喜欢唱歌和软笔书法，艺术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。我希望艺术能够伴随着我长大。好的，在任务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向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。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啊，探索小队的队员们呢，要完成我们的四关挑战任务。在探索的过程当中，你们要及时的搜集记录相关的数字，并根据线索找到一个四位数的密码。只有密码正确，才能够开启我们的密码装置，得到下一关的任务。另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找到密码的机会只有三次哦，如果都不正确的话，将无法得到下一关的任务，也就意味着你们的挑战任务失败了。好了，现在请你们找到一个曲水流觞的场景，拿着第一关任务卡的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们了。你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
找的那个曲水人章吗？你们找对了，这里就是仿照北京潭柘寺一轩亭的曲水流觞建造的。大家来观察一下，正面看是不是很像龙头呢？对。现在再从镜子里看一下，就变成了一个虎头了吧？曲水流觞和中国古代的一个节日密不可分，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，人们都会相约到水边沐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项习俗渐渐演变成了文人饮酒赋诗的集会。在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，书法家王羲之邀请名士41人聚会于会稽山兰亭水边，做曲水流觞的游戏。参与聚会的文人们分坐于溪流两侧，让盛满美酒的酒觞置于清流之上，让它顺流而下。这杯美酒停靠在谁的面前，谁就要饮酒后赋诗一首。你们来看看我手中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是一艘小船。不对，我手中的东西就是盛酒用的觞。它是顺着这个飘过去，然后到谁面前谁就要喝吗？对，文人们借着酒兴共写下了诗篇37首。最后书法家王羲之被众人推举写下了324字的兰亭集序。而兰亭作为首次建于文献的公共园林，标志着中国公共园林的雏形产生。哎，你们看，第一关的任务卡飘过来了。和古人对诗。我们怎么对诗啊？大家知道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吗？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是以大观园为舞台展开的，在这里我们为你们重现了大观园的一个角落，再现了书里描述的海棠诗社。来，一人一把折扇，待会儿对诗的时候用。谢谢，谢谢。在海棠诗社那里有几位古人正等着你们，祝你们好运喽。再见。没发现我们在这里摆好阵势等着你们了吗？看看这边是我们的诗社四大才子，要跟你们来挑战一下对诗大会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好，对诗大会山石主题开始。迟日江山里，春风花草香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来吧，又轮到你了，接着扇。没扇了。没扇了？不会了。那来，两只手把扇子奉上吧。1-0了啊，1-0，古人队暂时领先。第二轮来，请上场。第二轮我们的主题是水，对不对？有水就行。开始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骨自天涯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？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不蓝。三万里河东入海，五千仞岳上摩天。有没有？没了。好，请交扇。古人，你又赢了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的第三组，植物类。植物。好，请上前。开始。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不是画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苍苍竹林寺，杳杳钟声晚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桃花一簇开无竹，可爱深红爱浅红。杨柳青青江水平，
声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这个已经用上吟诵了。哦，还有歌。这是古代的读书方法。其实像古诗啊、古词啊，都是要配上曲儿的，对不对？还能对上来吗？那挺挑战。你已经很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最后一轮，为荣誉而战啊！讲建筑的，请开始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危楼高百尺，守可瞻星辰。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天半钟声到客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波涛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青烟散入侯家。这倒是，古人对影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古人呢，他一天到晚就沉浸在诗词歌赋当中。中国古典诗词呢，几乎离不开园林和自然景观，要么就是触景生情、借景抒情，或者是托物言志。谢谢张老师啊。那现在，四位队员，我们今天是在效仿古人对诗，那现在该猜密码了。你们认为这一关我们的密码应该是什么呢？4258。哦，这么笃定啊？这四二五八怎么来的呢？曲水流觞。王羲之他们有42个人对诗。哦，好，那五呢？五是坐面有五个人对诗。贾宝玉他们是吧？五个人。好，八呢？八是今天我们有8个人对诗。都讲的是对诗的事儿。好，那小诗姐姐请问了，我们认为4258是这关任务的密码，对吗？4258，密码正确。虽然啊，在对诗的环节当中全体落败，但是小队员们顺利地破解了密码，完成了我们第一关的任务，祝贺你们！4258，从东晋时期的《兰亭雅集》到《红楼梦》里描述的海棠诗社，再到今天的8位小朋友吟诵的诗歌词句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穿越历史，感受到中国古诗词的魅力。好啦，密码装置开启之后呢，显示的线索是一张照片，这是一幅古画当中的局部。那这个人看上去在干什么呢？找到这张图，下一关的任务就在那里。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室内展园片石山房，它
也是我国目前荷载最重的一个屋顶仿古花园，承重1000余吨，可是200头非洲成年象的重量。片石山房啊，是清代的画家石涛所堆叠而成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“镜花水月”四个字呢？从字面上理解啊，指的就是镜中的花朵，水中的月亮。在这园林之中，怎么会有镜中的花朵和水中的月亮呢？大家左手边看到的这是什么呀？镜子。这个镜子呢，将片石山房全部的美景都纳入其中。无论大家站在哪一个角度，为大家展现的呀，都是片石山房不同的美景。接下来呀，我们就进到山洞当中去寻找一下水中月。大家小心脚下，注意安全。那这水中月它到底藏在哪里呢？那大家看到这些假山石，大家可以轻轻地摸一摸，大家会发现这块石头它非常的瘦，细细的，而且啊上面有许多的孔洞，孔与孔之间呢都是相通的，体现了南太湖石四个字的特点，就是瘦、皱、漏和透。那既然它有了透这样的一个特点啊，在扬州的片石山房当中就有一处奇特的景观，就是水中月了。走到这儿，我们就看到了这水中月的身影了。那现在啊，大家可以抬头向上看，会发现在大家的上方有这样一个圆形的孔洞，会打下光线投到水面当中，就会形成一个圆形的倒影，再现了人工造月、水中观月这样奇特的景观。那在扬州片石山房当中啊，还有许多美丽的景观，我们再去找一找三间水榭在哪里。大家可以听到水花拍打石头的声音，是不是非常的悦耳呢？因此啊，人们也是将这个声音比作琴音。那在大家面前会看到这里有一处建筑，来猜一猜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看书。没错，它呀就是原主人的书房，名叫半壁书屋。想下棋的话要在哪里呢？就是大家身后看到的这一块由老槐树根制作而成的一个棋台。那大家知道传统的四艺都有哪些吗？琴棋书画。那这画又在哪里呢？没错，这个窗户呢将后方真实的竹子全部映在其中，向大家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竹石图的形象。这一关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大家临摹石涛的一幅山水画，地点呢就在前方的水云天。刘老师啊，我看这画里还不光是山和云，还有一个小房子。对，但就是没有人物。人物是又在画面之中又在画面之外，给人的一种空间的想象。所以在中国画里边强调的是诗情画意。这石涛先生啊，他怎么做到既在作画写字上有那么高的造诣，同时在造园园林设计上也有这么样好的作品呢？这就是咱们所强调人自身要融为自然当中去。对于石涛来说呢，他深知自然界对他的影响，那他在把自然景观要做到非常和谐、非常舒适的状态，改变他自己的一种生存的方式。哎，等于是把我们的平面的这些画作变成了一个立体式的呈现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请刘老师来看一下。刘老师，他那一个简单的临摹，您觉得还行吗？非常好，临的还可以哈。我们可以把画作放下了。好，那现在队员们，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回想一下刚才在片石山房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们都得到了哪些信息，能够总结出哪些数字？石头那阿姨讲的是有四个要素：透、瘦、漏、皱。哎，对了，四个要素还有什么有四呢？琴棋书画。琴棋书画，对吧？两个四了。在作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中国画有哪四大要素啊？诗、书、画、印，对吧？印章，三个四了，那还剩一个数字呢？一千吨。对了，将近1000吨重的石头压在这里，太厉害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，有哪几个数字？4441。小石姐姐，片石山房我们总结出的密码是4441，对吗？四。
好极了，密码正确。接下来呈现的线索会是什么呢？来看看，一段视频，请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一楼大厅里找到视频当中出现的这种鱼。那它的外形呢，非常的有特点，对不对？找到它们。哎，你看这儿有鱼，这有鱼，但好像不是那种鱼。下一个，等等，还有一个，这里边完全，这里边更不是了。看这个不是，看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肚子太大。不是，哦，这个是。哎，这个真的是，祝贺你们找对了鱼。大家观察一下，这些鱼生活在什么样的容器里？木桶。对，这个大木盆又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木海。木海呢，和泥瓦盆一样，都具有透气性能好、隔热好的优点。它容易生长青苔，有益于保持水质。这里有六个大木海，里面养的金鱼品种也有很多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园林里养鱼吗？其实啊，在中国古典园林中，鱼是一个很重要的审美要素。早在先秦时期，鱼就和园林有了联系。后来随着儒家和道家思想产生了影响，园林当中呢出现了许多以鱼作为典故的园林景观。道家的庄子和鱼也有很深的渊源。庄子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北冥有鱼。从这里开始呢，鱼就一次又一次反复出现在庄子这部著作当中，超过40次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濠梁之变，寄托和浓缩了庄子对于生命的总体看法。这就是你们即将要挑战的新任务。好，任务卡在这里。谢谢。表演一出庄会变鱼的短剧。现在啊，我变成了一位观众，和这么多的小观众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别着急，请看，我手上有3张图，这个是颐和园的知鱼桥，这个呢是北海的濠浦涧，而这张呢是苏州留园的濠浦亭，说的都是当年子非鱼的典故。你不是鱼，怎么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呢？那让四个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小朋友去演绎这样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，他们能否掌握其中的道理呢？好像有点难。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这4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吧。演出马上开始喽。嘘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要穿越回战国时代，为大家带来一段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精彩辩论。这两位哲学家分别是天人合一，清净无为。我是庄子，姓庄，名周，字子修，是战国时代的宋国人。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。我是惠子，姓惠，名师，我们俩是老乡，也是好朋友，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。我这个朋友啊，特别有学问，在魏国当过宰相，治理国家，特别擅长研究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，放现在来说就是半个科学家，所以有一个词学富五车，说的就是他。我这个朋友啊，特别喜欢把一些微妙难懂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，他编著的《庄子》一书就被人们称为文学的哲学，哲学的文学，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其实世间的哲理啊，大多都蕴含在点滴小事之中。当然啦，每次和惠子你高谈阔论的时候，都能激发我对道理学问的渴求。庄子，你快看，除了他们俩，还有一位神秘的主角。这两位的辩论就是围绕着这个神秘主角展开的。他是谁呢？我们待会儿再说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天庄子和惠子
在濠河边散步，正坐在桥上。惠子，你快看，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，嬉戏玩耍，真是太快乐了。庄子，你的观点我并不认同，你又不是鱼，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呢？嘿嘿，那我今天就要和你惠子好好辩论辩论。你说我不是鱼就不知道鱼是否快乐，那你也并不是我呀，你怎么能知道我不能体会到鱼的快乐呢？我不是你，自然不理解你的想法，但你又不是鱼，怎么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呢？他们两个争来争去的，在争些什么呢？俗话讲如鱼得水，其实只要在水中，我就会充分地享受这份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。至于我是否快乐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这样吧，我们从头开始整理一下。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，这句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就是在这儿，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。好好好，这次就算你赢了。走，我们再去河对岸去看看吧。这就是著名的濠梁之辩，庄子和惠子之间发生的一次辩论，后来被记录在《庄子·秋水篇》中，成为传世的经典。各位观众，你觉得谁说的更有道理呢？鱼的快乐你知道吗？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抱你手上的书签，把它放到你最喜欢的那位演员的框里，请投票。演员们可以睁眼了啊！其实我认为，我们的小旁白演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小鱼演得很好，因为他在舞台上游动的范围最大。两位主演词儿比较多，所以相对来说呢比较占优势。为什么都投给庄子了？我觉得庄子的声音很洪亮，还有他的动作也很好。我也认为庄子说的是有一点道理。认为他讲的有道理是吧？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啊，可是还得破解密码呢，我们要四个数字来作为密码哟。二一一，一次辩论，二一一一，不对，四个角色，两个是他。好的，张老师，园林的建筑、山石和水，还有动植物，这是主要的四大要素，由这些元素呢构成了咱们美丽的园林。至于桥这个场景里，其实就已经体现了这些要素。好的，四一二四，四个要素，一场辩论，两个哲学家，还有我们的四位演员，对不对？看那边啊，小师姐姐，我们认为这关任务的密码是四一二四，对吗？四一二四，密码正确。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最后一个任务了，来看看线索是什么。吼吼，一张照片，上面有这几样东西：篮子、盘子、碗、瓶子和很多的花。吼吼，还有最后的一关任务卡，快去寻找吧。就像一粒子发了一颗牙，我敢自摸也开的什么花，结的什么籽，磨的什么粉，做的是河把，此花儿叫做呀的呀得儿喂呀得儿喂呀得儿喂得儿喂的喂上喂，叫做什么花？看到什么了？这是不是照片里那些东西啊？哎，这位小哥哥，篮子里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呀？那你得回答一些难题。喝，请出，来出题吧。面朝东是什么花？面朝东是什么花啊？向日葵。哎，对了。节节高是什么花？什么开花？节节高啊！我的芝麻。对吗？耶、yeah! ，还有题吗？一口中是什么花？像猪一样的花。水果。水果。石榴。石榴花。哎，还有题啊？
没了。没题了。耶！那我们可以得到任务卡了吗？耶！马上念一下。亲手制作一件中国传统插花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此在人间？大家知不知道中国传统插花里面都有什么容器呢？来看看这是什么？瓶花。这是用瓶子插成的花。瓶子的瓶有什么谐音呢？平安。对，这是第一种瓶花。第二种这是什么呢？盘花。它是用浅盘插成的一种插花。我们的瓶是看不到水的，对吧？这个是看到水的，它的水面呢象征着我们园林中的池塘，就是把我们园林中的景色浓缩到一个小小的盘子里面。大家看看第三种花器是什么呢？兰花。篮子啊，和其他的容器都不太相同啊，它有一个提梁，像一个相框一样，把这个景色框起来，让我们去观赏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第四种筒花。对，它是用竹筒或者木筒插的花材会比较少，比较精致的一种花器。第五种，对，缸大家都知道特别大，对吧？所以它容纳的花会比较多，这就是缸花的特点。最后一种是什么？碗花。对，它是用口比较大、底比较小的一种碗器插成的花艺作品。我们的中国传统插花呢，它是由三大主枝来确定它一个基本的造型，确定它的最高点，确定它的最宽的地方之后，我们可以填充一些散状的花材。那我们用到的这个固定花材的东西呢，叫做剑山。花材又可以通过我们放在碗里的水来吸水，然后让它存活一定的时间。好，大家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。我没想到一个插花作品，我们的小同学就能做成这样。说实话，你们的作品超出我的预料之外。哎，那好了，现在想一想密码应该是多少。六种花器，两种工具。哪两种啊？这一个剪刀和我们的剑山。三种元素，花材、容器和水，还有三大主枝，就是这个还有那个这个。哎，确定它的高度、宽度等等，是不是？6233，对吧？好，请问小石姐姐，我们的密码是6233，对吗？六二三三，太棒了！祝贺各位小队员闯关成功！欢迎回来，我们今天的四位小队员顺利地破解了我们的四组密码，闯关成功！祝贺你们！几天来啊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任务完成呢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有了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园林，它融汇了深厚的中国文化以及最新的科学技术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美好的体验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